会有这个概念出来，就是因为发现了这些食物呢带给我们很大的这个困扰，不吃呢又不可以。那么如果有一个东西能够帮助身体增加排毒的功能， Cell Pro就是针对这一个肝脏呢所研发的，它的目的就是帮助肝脏强壮来排毒，它不是药品，它不是 supplement， 所以效果都是食品。小伙有多棒呢？我跟你讲，你吃了一定知道。希望可以让老挝的村民们过得更好，所以你要知道，当你把印加果油推广到你身边的人的时候，一举是多得了，你帮他得到健康，你可以让老挝的村民多一份稳定的收入。从一只不被看好的油走到今天，到我们坚持去走，为什么我会坚持？因为我们知道这条路是对的。